《牟尼精舍因果记事集》，外灵冲犯外道系列。乱跑宫庙，断人姻缘。以下为两位有缘人分享。分享一，对于乱跑宫庙，我有切身之痛，在此与各位分享，希望大众看了我的亲身经历之后，能够引以为戒，不要乱跑道场或宫庙，以免不小心误信外道，导致堕落修偏，甚至被断姻缘，下场惨兮兮，得不偿失。我和女友交往快一年了，我们到牟尼精舍请示也有一段时日。她的家人很爱跑宫庙，生活中的大小事都会到宫庙请示神明，并且依照神明指示去做。有一次，女友和家人到一座宫庙请示，并且喝了该宫庙的符水，结果受到干扰，因此我带女友到精舍求助。承蒙佛菩萨慈悲降服干扰后，女友的祖母打电话来逼我们分手，言谈间充满邪知邪见和对正法的偏见。我为了维系这段感情，亲自到女方家里与其家属恳谈，却有两位自称女友舅舅的人出面恐吓要告我，说我诱拐他们的外甥女，并且做事要打我。我和女友是两情相悦在一起的，女方也已经成年，我们在一起并不违法，以往女友一定会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面对困难。可是这一次很奇怪，女友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，回家后没有再联络，我也联系不上她，真是让我进退两难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为了解决这件事，我到牟尼精舍请示佛菩萨，蔡师兄告诉我，女方请宫庙转了我和女友的姻缘。我听得很惊讶，佛菩萨曾开示我和女友是正缘，现在姻缘被斩掉，我们俩也就走不下去了。回想起过去一年来我们相处的点滴，也以为可以一直走下去，最后结为夫妻，结果却因为女方家误信宫庙的神明指示，斩断我与女友的姻缘，让两个原本是正缘的人从此形同陌路，越走越远，真是令人感慨。蔡师兄也曾对女友说，心要定才能改变命运，但女友心思起伏不定，较容易心猿意马，三分钟热度，所以不管是念书或是工作都无法坚持，只能一直依靠家人做他们的傀儡，无法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下决定。一开始我也对女友的态度很不认同，但后来想想，若他没有办法自立自强，就得一辈子活在家人的阴影和压力之下，其实他这样也是很辛苦很可怜的。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，若是您或您的家人还在一直跑宫庙，真的不要再去了。末法时期邪是外道数如恒河沙，外道非正法的宫庙真的很多，就算您今天去的是正法宫庙，但是世代交离，人心不古，人的心因为贪嗔痴慢疑，所以变异很快。你能保证这些宫庙永远不会被邪魔外道占据入侵吗？想解决人生难题，就到牟尼精舍请示，佛菩萨会针对这些问题的因果开始解决办法。想修行，就祈请佛菩萨开示专修法门。在家认真念诵经典即可，不必跟风乱跑宫庙，跑得越多迎来的干扰就越多。我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。分享二，末法时期邪是外道数如恒河沙，宫庙里常常有很多结缘品可以免费索取，但里面往往有很多非正法的资讯及干扰物，带回家会扰乱自身心智，例如让人昏昏欲睡，无法持续努力，沉迷各种娱乐等等。这些干扰诱导众生虚度光阴，
无所作为，甚至让人渐渐修偏堕落，其影响范围之大，真的防不胜防。墨学曾在外道公庙里请了经书回家恭送，但说也奇怪，那些经书有种让人不想持续精进，只想放逸怠惰的磁场，常常不想诵经。佛菩萨开示向外道业力的经文后，来自外道的干扰更加严重，似乎想阻碍我诵经，消除此业力。后来无意间看到一位师姐分享，从外面公庙请的结缘品或经书很容易有干扰，不能随便乱拿回家，否则就是把干扰带回家，影响自己和家人。想要诵经就到摩尼经舍请经书，完全不会有干扰，还能依照佛菩萨的开示诵经回向，解决各种人生难题。能遇到摩尼经舍真的很幸福。以上为有缘人分享。台湾的庙宇真的很多，大街小巷处处庙宇林立，除了庙宇之外，还有私人公坛，甚至连家宅都会到伯父圣明的庙宇请神尊回家祭拜。若是灵验的，就会渐渐聚集人群过来祭拜供养，最后再形成另一家香火鼎盛的私人公坛。小编住家附近的一条街，短短不过几百公尺，就有五家私人公坛和两座庙宇，各家都有始终的拥护信徒，人人都说自家的神尊灵验，到处招揽信徒，还曾经发生过地盘划分不清，一言不合打群架的状况。试着想想，若真的是不舍众生受苦、慈悲为怀的神明，会想看到众生为了争地盘、争信徒而出手伤害他人吗？人世间的一切纷争来自于烦恼、执着和欲望，正法的神明是为了救度众生、提升众生心性与智慧而存在的，绝对不会为了各种世俗的欲望起争端。会有这些争执的根源在于人类膨胀的私欲，而外道邪法就是借由这些膨胀的私欲和恶念来控制人类的心智，造成外道宫庙泛滥、神棍横行的乱象。上述有缘人分享，末法时期邪视外道术、罗恒河沙、外道非正法的宫庙真的很多，就算您今天去的是正法宫庙，但是世代交离，人心不古，人的心因为贪嗔痴慢疑，所以变异很快。您能保证这些宫庙永远不会被邪魔外道占据入侵吗？今日的正法宫庙不代表永远都是正法，若是宫庙主持行事走偏，那正神就会远离，邪魔外道就会占据，这时候您再继续跑道场和宫庙，心性就会渐渐被染黑，修偏堕入外道。若是您有求于他们，您就得付出代价，可能是抽您的福报，让您眼前事物一切顺遂，但是后面的福报没有了，您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凄惨。若是您的福报不够抽，那就得拿您的家人或后代子孙的福报来抵，让你的家运渐渐衰落，最后祸延子孙，真是得不偿失。人生在世，连呼吸都需要福报。蔡师兄曾说，水是福德，人如船，水涨船高定安澜，水落枯竭船搁浅，空有大志难得全。外道宫庙最容易抽人福报，没有福报人生真的寸步难行，各位有缘人真的要多加谨慎小心。上述有缘人分享，交往近一年的女友家人爱跑宫庙，导致最后悟行宫庙神明指示，斩断与女友的正因缘，是两人渐行渐远，无法结合。因缘天注定，能结为夫妻的不一定是最善的缘，但一定是相欠最多的缘。佛菩萨开示两年为正缘，是指双方这辈子最可能结婚的姻缘，但其本质就是欠最多的缘，欠的因数大约是报恩、报仇、讨债、还债，所以正缘不一定是最善的缘，
是欠最多的缘。故若是夫妻之间有问题时，佛菩萨开示后通常会加上补善因缘的开示，就是为了化解双方的因果，让恶缘转变为善，让善缘更加延续。这是佛菩萨的用心良苦。虽然上述有缘人与其女友的因缘断了，有缘人或许会觉得可惜，但换个角度想，有缘人经由这个事件体会到乱跑公庙会导致不好的结果，进而写感应文与大众分享，让大众升起警惕之心，避免误入外道公庙陷阱，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度众实例。另外，女友家人爱跑公庙，势必会引来许多干扰。女友心性不定，有缘人要付出很多心力和女友相处等等，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磨难考验下，甜美的爱情就会渐渐的被磨成苦果。若是双方没有借由修行提升心性，往后小两口遇到困难，旧日的甜蜜就会转变成现实的争执了。欣赏开示精华节录：凡事要随缘，来就来，去就去，有伴不一定比较好，有时候是找个人来相骂而已，有欠对方磁性较强，才会彼此相吸欠在一起，若相处有问题，应尽早圆满欠对方的因果债，再补善缘，圆满本是因缘。找感情对象，若对方心性不稳定，则容易产生变故，让您措手不及。真正相爱都是默默无语，胜过千言万语。相爱相惜，千言万语尽在默默无语中。不要急，要上进，对方才看得起您。感情要随缘，若最后无法相守在一起，就不要执着，强求只会造成彼此痛苦而已。如上述有缘人，他可以向佛菩萨请示与女友是否有因果，若有相欠，就要赶快诵经偿还，了结彼此因果，从此两心各走各的路，不必惋惜被切断的因缘，也别在轮回中继续纠缠痛苦，持续诵经修行，度众行善，佛菩萨就会有合适的安排。上述两位有缘人分享，想解决人生难题，就到摩尼金舍请示，佛菩萨会针对这些问题的因果开示解决办法。想修行就祈请佛菩萨开示专修法门，在家认真念诵经典即可，不必跟风乱跑公庙，跑得越多，迎来的干扰就越多。想要诵经，就到摩尼金舍请经书，完全不会有干扰，还能依照佛菩萨的开示诵经回向，解决各种人生难题，能遇到摩尼金舍真的很幸福。你的人生正面临什么过不去的难题吗？来摩尼金舍就对了。若您有空闲时间，请多多浏览金舍部落格发布的文章，这些文章都是请示者的亲身激励分享，多多阅读，一定能增加您对佛法的信心。若您有所感悟，也请您多多分享，让文章借由网络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，为那些需要帮助的有缘人点亮指引的明灯。您的分享将救度许多在黑暗中历经磨难的无依众生，您的分享就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希望，您就是人间的佛菩萨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牟尼经释，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，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，借由实际解决众生累劫累世因果业障问题，治因果病，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，普度慈航。我们不接受供养，不收钱，不推销，不强迫修行，只求能结善缘，解决您的问题。
我们专解因果事件、因果问题、治因果病。无论感情、婚姻、家庭、事业、家族、身体、户籍、学业等问题，均能请示。有医生看到没医生，有神问到没神者，不妨一试。因为金色义工分别住在不同县市，且平日各有工作，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。现场请示：台湾彰化县溪州乡朝阳村陆军路一段271号。